大家好，我是恩琪，我不是以前的叔叔喽，记得要叫我恩琪恩琪恩琪哟。不知道他是谁吗？看过这个广告，一定能勾起你的印象。线上游戏被封为工地女神，艺名取名叫做叔叔，但当时她突然为了爱远走高飞，消失在演艺圈，改成艺名曾恩琪，重新出发。当初我这个游戏代言的时候的这个叠字是为了让大家有很好的记忆点，然后没想到决定了这个名字以后，虽然说很多人认识我，但大部分都是一些负面的新闻。对对对，比较不会太重。对，流汗了，哇，在三下。好，靠勤运动维持好身材，在美国期间靠当线上主播跟粉丝聊天分享生活趣事维持知名度。每天固定就是3个小时坐在那边，然后跟网友们聊天啊、谈心啊、唱歌啊这样。现在消失了一阵子，虽然说很多人已经不记得我，但是对我反而是一个优势，因为我可以呈现给大家一些新的东西跟新的观感。跟郭书瑶同一时间出道，但郭书瑶红了还是金马奖新人，而叔叔换了曾恩琪的艺名，话说得满，誓言要夺回女神宝座，但近几年演艺圈女神辈出，可能得要思考如何才能再度虏获粉丝的心。东森新闻月中心在台北报道。